等一下，你再往后退吗？哇，因为帝王暴龙有一部分是迅猛龙组成的，你忘记了？黄暴龙是不是有迅猛龙？我想会耶，那以后应该不会溜冰哦，现在会转圈。哦，我撤退了。哦，他大胆了。你想坐下再溜，坐下再溜，对，好的。你在干嘛？你有撞到吗？我家住你没？半夜坐飞机，要等到四点，这两个不行。请注意，大车，请注意，大车，下车，不，别跳。一、二、三。哎，娘娘，你在说什么？你在一直跌倒吗？想想你就是一个，就是每走没几步就要跌倒一下，是不是？林黛玉是不是？哇，超级好漂亮哦！超级好漂亮、哦！哇，好漂亮！好好好，左屁股，右边，左边，右边，左边，右边，左边，右边。有我可以呢。一试就爱上的那种感觉。哎，我是不是叫你不要乱跳？来，来，我放，我看看撞到哪里。那你可以去后面了。哇！那你要先拍。哎，好，去去。起来。你给我看好哦，你不要给我打。打大跌倒。弄坏哦。你又在跌倒了。不是这样亲啦，妹妹这样好亲她。啊，可以可以可以。我觉得粉色就是小朋友怎么穿都好看。好，再见。再来。哎。好了。哦。他很坚持想要穿粉红色的滑一下。这里的球也太纷飞了吧。有山，很美。还不然要追上，好险！先跳咯，这样扑过来哦。
那个跟那样子哦。那你有没有一直跌倒？有吗？你有没有一直跌倒？你在学校是不是也一直跌倒？没有啊。有啊，老师跟我讲说，香香在学校很会跌倒，还在家里也是嘛。然后我就说，对啊，他会跌倒，动不动就跌倒啊。老师就跟我讲说，他是不是运动神经有问题啊？老师，你不是说他运动课的时候体能很好，然后学的也很快，跳绳也跳得超好，对不对？那你怎么会一直跌倒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而且我们本来没有打算特别就是要记录他跌倒，刚好都在拍影片，每一次几乎啦都会不小心拍到他跌倒，绊一下跌一下，绊一下跌一下。我就问老师说，一般小孩不会这么容易跌倒，他就说不会耶，说香香特别容易跌倒，每天都在跌倒。你为什么每天都在跌倒？你哥哥小时候啊有一段时间也还蛮会跌倒，因为你哥哥头很大，感觉他好像会重心不稳，长大一点他就好一点了，真的没想到你超会跌倒，有时候跌得很痛，对不对？那下次要小心。那你看你自己跌倒的影片，你有什么想法？很好笑。那我继续拍你跌倒的影片，好不好？今天我去公园，我在玩的时候呢，不小心撞到下巴。是因为跌倒吗？是撞到。不是跌倒，不知道是撞到一个毯子，软软。那硬硬的，超大的。那不就是跌倒撞到吗？不是跌倒啦，压那个布的时候呢，撞到地板了。那你不就是跌倒才会撞到？还是他来？我不是跌倒了。还是他来撞你？我不是跌倒，我自己撞到的，我也不是跌倒。那你是这样扣到吗？不是，是这样。然后就很痛，很痛，是不是？有点头。那个毯子是在地上吗？对。真的哦，那你本来是站着吗？然后就我们蹲下来。蹲下来，然后就撞到这边了。对。那你也蛮神奇的耶。你不是跌倒，这么奇妙，好想看当时的状况。总之，没事就是会发生一堆有的没的事情，对。哇。